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接上一个视频继续更新24式太极拳，从白鹤亮翅开始，下一个动作左右搂膝二步。后坐，根部，后坐，根部，搂膝二步，一共做三个。上半部，前脚脚跟抬起，手挥琵琶。感谢各位朋友，喜欢朋友，欢迎加关注，每天更新武术教学。